开始，我开始。各位同学，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行嘞，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哈，大家早安，大家好。真欢喜，今仔日咱大家共同来探讨哈，阮即届去华盛顿D.C. 迄酒会的一寡足重要的代志吼，甲大家探讨。这是我本人吼。然后我们，我大概报告一下吼。咱今仔个讲，我们要去咱伫华盛顿 D.C. 的酒会加跟兼记者会的一寡感言吼。伫2008年的时阵吼，即个面接无，但是我甲大家为头前来报告吼，讲伫2008年2月7日的时阵，台湾民政府是根据万国公法、战争法，伫台湾台北正式成立的哦吼。随后呢，伫2010年4月7日，伫台北举行全球代表大会，正圆满落幕。当年的2010年的7月7日，台湾民政府接受美国邀请，伫美国华盛顿 D.C. 设立一个办事处，一直到今仔日。因为这办事处，咱讲足侪遍的，足侪人拢毋捌看过，讲哎呀，真正有办事处啊无？我等下办 PowerPoint 给大家看，甲大家证明讲，阮即个去 D.C. 的那个办事处，真的是2010年迄阵那个设立。那个工程师，拜托你帮我帮那个。但对我来讲，迄办公大楼迄个联邦大楼迄个，对，这就是咱伫迄个联邦大楼，因为吼，所有美国的军事占领的国家，伊拢会改成立一个平民政府，成立平民政府，伊会要求他们平民政府伫因迄办公大楼内面设一个办公室，就是美国如果有什么代志的时阵，就直接联络迄办公室的主任，主任就会甲伊个国家联络，所以这个办公室内面都是各国，像伊拉克平民政府嘛，以前嘛有直接设立，这是办公室大楼的外面哈，外表那个外靠的所在，过来下一张。好，这就是伊内面的会议室，因为每一个人拢搞一间办公室尔，但是会议室是一楼有一个会议室，就是迄个国家若有人去参访的时阵，因要开会，就是拢搞借用迄个会议室，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阮迄刚去才有30个人，阮伫会议室内面吼，伫遐开会，来下一张，这夫人呐，夫人，然后这是我们的总会长，再来下一张，这是咱底下开会哈，主席，这一位是主席，请白色鞋中这位是主席，主席底下有甲咱讲，因为前一天咱是酒会嘛，办甲足成功诶，酒会隔一天吼，阮去参观迄个联邦大楼的办公室嘛吼，对，来下一张，这是办公室内面。这联邦都来，就是咱的那边办公室里面的哈，咱底下拢底下合照，然后再下一张，这夫人哈，这位帅哥就是未来哈，咱要请伊伫办公室内面的主任，就是联络伫美国跟咱台湾联络迄个那个，因为他的外语能力很强，改再下一张，另外哈叫这台湾平民政府，咱办公室内面。确实，咱尽量底下设一个办公室，过来下一张，这足清楚的哦吼。虽然办公室咧无大间啊，但是足贵的呢，迄租金将近台币10万块一个月哦。过来下一张，这是咱的雅虎主席，高沙组的主席，咱副主席，这宜华东的州长，来过下一张。这是咱的季博士，还有我们连昨天甲咱讲上课迄个连主任哈，过来下一张，
这是你看吼，坐在办公桌里面很帅吼。OK， 下一张。哦，这是咱的司长，哦，啊，这咱副议长，众议院副议长，啊，这是伊的秘书。对，下一张。哦，咱每一个人，哦，阮到中会长甲迄个国策委员，我们拢伫遐翕相啊吼。即个大概介绍讲，即咱真正伫迄个办公室，诶，咱然后再下一张。 哦，好，这咱先看安尼就好吼，因为后壁阁有几啊十张啦，有等等下有闲，阁慢慢仔放互大家看。啊，但是咱要入去这联邦大楼办公室，毋是遐紧、遐方便入面呢。迄外口是军人伫遐守卫呢，两个军人。啊，所以阮吼，我们这边吼，大家人拢爱先准备咱的迄个身份证，台湾国民身份证，先去登记。 先去甲因的迄个门房，遐登记，咱讲门房，我嘛毋知因迄边叫啥，伊所谓先登记。登记完之后，伊每一个人，互咱一张识别证。识别证，的时阵拢带，拢爱带入园区，然后佮经过第二个所谓检查了，阮甲因入去，再佮坐电梯去阮的办公室，佮去引去咱的办公室。毋是随随便便，你想不是随便讲哦，你想要去参观就要引去参观，而且爱有。 爱有迄个主任摕迄个证书，甲，互迄个守卫看，讲哦，咱是这一群人，会用参观，他才让我们进去哦，因为迄守卫做生意，因为全世界平民政府拢伫遐，伫设置即间办公室嘛吼，毋是凊彩人讲你是想要入就入去的吼，啊，所以就直接甲大家证明讲吼，咱伫2010年7月初时，咱是正式伫美国华盛顿 DC 有挂牌，咱台湾平民政府伫遐有挂牌啊吼。 然后，伫9月初时阵吼，当年的9月初时，美国官方甲台湾民政府共同举办一个庆祝的酒会。吼，迄阵的媒体形容讲是自宋美龄以后，台湾人上届成功的酒会。这就是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里程碑。一只我吼，大家看者吼，这块DV 9月9月8号的酒会，迄阵咱有甲录影存证起来，可能存无偌济块吼。等下，那大概有想要做纪念，也是要去讲，就是你要做，你也要讲介绍的时阵，你可以拿个这个给大家介绍，讲咱迄阵的台北的酒会啊，啊，那个志工迄边遐吼，会使买着一块，应该是150块。没有，不是，无啦，800块，迄是咱去印度的。 没有没有没有，唔是，无啦，800块迄是咱去印度的。没有没有，这个没有，酒会这个没有，这个是台配无。你也无，我见阮兜吼，阮兜还阁几啊十条，我阁阁摕来送明政府，因为阮迄阵吼，迄阵阮对秘书长告美国的时阵，哎，我们要负责去推销，每一个人爱买几啊箱啊，啊我的吼，我厝的还阁有一寡，我可以拿过来这边送给明政府，吼，大家认可认购安尼吼。然后我甲大家报告吼。 阮咱就是伫迄年的11月正式成立咱的华理学院，进前咱拢咱无即个场所，阮迄阵开会拢是伫台中高铁开会啊，因为咱拢无办公室嘛吼。然后咱若要阮诶，咱阮就是2006年甲秘书长做伙过美国，然后有一寡核心干部超过40、50个，啊秘书长每一遍诶过美国的迄个详细的情形拢会甲阮讲嘛吼。 然后我们大概是一个月就伫台中高铁，乌日高铁站遐，大家伫遐聚会哦。啊，秘书长就甲阮讲哦，咱即马控告甲啥物程度，然后再来还要再缴什么律师费，啊，就大概都爱家己掏腰包，钱寄去美国律师那边，这样长期下来吼，一直告到2010年的11月，咱几乎是小美国讲伊放。 放弃那个抗辩权吼，然后伊就开始甲咱指导，讲咱要安怎，甲咱安怎设立台湾民政府吼。啊，所以头一个就是先设立台湾民政府，过来讲啊，你啊开始做干部训练啊。啊，干部训练咱无场所嘛，啊无场所，迄阵尤先生有一遍，就是咱即个厝主啊吼，有一个做新闻的迄个吼阿公，政治大公家带去听秘书长的演讲，演讲了伊就感受很良深，伊就感觉讲使命感很重，伊就讲伊要。
因为这栋大楼迄阵是养老院，你即马所坐家以前是拢一间一间的房间啊。伊毅然决然哦，伊讲，伊变做人来看我讲啊，拢房间，但是也无教室，啊是要安怎上课？伊就听了尔，隔一天就叫人来将这房间拢逛掉，逛起安尼只看，看看看，啊，搁叫伊来看，讲哈，你是完整的，我以为你是讲公共的尔，结果想袂到尤先生伊就真正拢逛掉，然后空出来这个空地，就开始整修啊，哦，拢叫人洗啊个，啊搁搭地板安尼。然后安尼，这栋大楼，搁恁看，恁房间啊，恁大个房间有诶房间拢拍冲破，以前拢一间一间个房间拍足大间个，用住较济人，啊无哪讲一间细间细间住无偌济人，这样花了大概300多万的经费嘛吼。啊，所以这是一个足困难的，要做这样工课，要开足济钱，搁足困难，啊就大家足坚定的吼。啊，迄阵第一届就是2010年十月，咱正式第一届成立。迄阵70几个人，大家足兴奋的欢喜噶，因为已经期待足久的，找无适当的场所啊。咱也听讲台湾民政府要共借办公，要共借训练场所，足侪人拢唔敢借人。啊，尤先生，互咱这个所在，互咱足安心的，别说一个基地安尼吼，咱连足安心伫这所在做这个干部的训练。迄天足寒哦，4度尔，寒干嘞。啊，阮迄阵都开始，差不多第一届到第七届啊，第八届迄阵。每一个来上课的人，拢爱家己装睡袋。恁即摆来，拢有碰床，搁有枕头，搁有被卡挂。可能迄阵是阮想不到的事情啊。他们秘书长家己嘛拢爱装睡袋呢。然后每个不虽然是安尼啊，足辛苦的啊，不过大家拢足欢喜的，因为迄阵迄个要建咱迄个要建立一个新台湾的理念，大家那个思想的足紧密的结合啊，所以吼、哦、再怎么艰苦，我拢会撑下去啊吼。一直做到即卖吼，做到60几届，已经3年啊。啊，所以因为咱你每一个人交的那个费用，拢交好尤先生，尤先生开始慢慢建设到即卖吼，便所拢换好了吼，啊门层皮拢做用到做好势，这是大概的。就是每个人那种奉献一份的心力啊，哈，嘛是感恩啊，感恩大家，拢会用有这个共识。然后我过来来报告哈，就是迄、那个，伫2003过来咱训练3冬了，就是2013年的9月6号的时阵，台湾民政府哈再度举办上搁较大的聚会兼记者会哈。可能迄工程师，你可能会用给我帮无用我，我没有办法一面讲课一面那个哈，谢谢。2013年9月6号的时候，咱阁举办一个阁较大的聚会，咱甚至吼邀请 ABC 电视联播网，就是伫2012年专访美国奥巴马总统迄个名主持人，就是 Scott Schumann 哈，伊伫会场甲咱做主持人。即天吼，真值得咱所有台湾人做热烈庆贺啦吼！会中呢，主席有发表一个足重要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我等下甲个大家解说哦吼。哦啊，我即将就是讲有一项，慢请来，那个先等一下吼，我甲大家讲者，咱先咱来遮的时阵，大家拢会讲叫做同心。也捌想过这项问题哦，因为拄开始第一届、甲第五届、第六届，迄阵咱嘛拢叫同学，也是学员。啊，尾啊，秘书长，咱的领导人秘书长，伊就有一届开会，就甲大家讲，拢叫学员啦吼，叫同学，啊，甲外口的公司的干部训练，拢同款，安尼哪会分得出讲咱这民政府的人？后来，阮就集思广益啊，吼，想开会的时阵，就想尾啊，有人提出讲，啊，无咱来叫同心啊，大家共同一条心，要建立一个新的台湾，叫同心。同心这名足好听，阁好记，然后个人足容易分辨讲，你是有台湾民政府受过训练、上过课的学员，所以叫同心。所以你若去外口听，就同心，你就知影伊是咱台湾民政府的人。啊，你出去的时阵吼，你也讲。那边边咱家己的人拢嘛讲哦，介绍这是阮的同心，这就是这个意思，同心的由来。就那有人甲你问讲是安怎，恁拢叫同心？安尼大家出去就会用介绍嘛吼，就会用讲啊嘛吼。
我一只，因为阮2013年我嘛足幸运的吼，有参加到咱华盛顿去华盛顿 DC 的迄个酒会的成员之一。迄天9月初是迄天，咱拢总有30个人。本来咱是预定讲要17个啊，18个就好，结果报名的人爆满啦，爆满30个。秘书长讲好，恁若大家拢有心，好30个拢互恁去。啊，因为伤大阵啊，一届买份机票无到30张拢买着，所以咱分两批买。啊，阮这30个是拢一个人该开10万块嘞，份机票就爱将近7万块。啊，搁迄边个住宿费安尼吼，所以10万块算蛮便宜的。啊，每一个人拢足欢喜个，虽然花自己的钱，我民政府足善个啊，无钱哈，互阮去嘛吼，阮是拢自想要去个，拢一定拢开家己个钱啊。哦，大家很兴奋，分成两队，第一队是18个人，第二队是12个人。第一队吼，潘信行副主席伊带队，啊，第二队就是夫人我，啊，搁潘良华副主席，阮带第二队，第二队12个人。阮伫9月4号下早9点左右坐，为桃园机场坐无人机坐到东京，啊，然后去到东京的时阵，到12点，12点的时阵，伊个第一队个潘副主席，伊先带提早超1点钟坐无人机，坐到第一队，坐到底特律，为美国底特律，佮佮搬无人机搬到雷根机场，吼。啊，阮第二队是为东京，阮拢都开始拢同齐坐到同时坐到东京嘛。第二队为东京，佮佮坐无人机坐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佮佮搬无人机搬去雷根机场。啊，因为我是第二队，所以我讲一寡阮伫。我坐无人机的趣闻，予大家听啦吼。当阮吼伫为东京坐无人机飞到底特律的时阵，一路上嘛足平安的啦吼。虽然中间有一挂乱流，迄是足正常的。真平安坐10几点钟坐到那个底迄、那个亚特兰大。我们12个人坐到亚特兰大迄个海关的大厅的时阵，哦，看者拢戆的，足济人的啦，一两百个人。迄敢那要排要出海关哦，超一两点钟。啊，但是阮的飞行机剩40几分、40、50分就要起飞啊呢。哦，阮12个人足紧张，讲惨啊！安尼飞机已经坐不上，那怎么明仔载要办酒会？那会赴？一定袂赴的，因为下一班飞机毋知几点嘛吼。阮就足紧张，讲安尼要安怎？这排到来一两点钟啦。啊，飞行机超剩40几分，机也无可能等阮啦吼。啊，阮就。附近就临时甲阮召集起来，讲：“今日咱来开会一下，临时会议看要安怎，有啥物方法。”我就大家就家己臆想啊，想讲，后尾啊，迄个潘良华副主席就讲：“秘书长有提邀请函给我，里面全部都是英文的啦。”伊讲应该外国人拢看哦。伊讲啊，无咱就讲吼，咱试看嘛，提咱的邀请函、个机票、个咱的台湾公民身份证吼。台湾公民身份证应该大家拢有签嘛吼。啊，无签的人吼，爱较紧去签哦，这张足重要的吼。结果讲较紧来提，来甲美国海关官员商量看看吼，来甲接洽看看，看有他互咱会用有较紧通关的方法无？毅然，因为附近吼，毅然决然就讲好，啊无我来试看卖。伊就吼，因为阮内面伊英文能力最好嘛，讲沟通能力最，英语上高讲嘛，伊就讲好，无伊去试看卖。伊就将只证件、伊个身份证啦、机票、个邀请函摕咧，就去甲海关接洽，去甲沟通看看。结果你敢知影？你一定想袂到，即可能含中华民国，可能外交人员可能嘛无接到，无超过10分钟，伊就甲阮握手啊，叫阮跪跪跪。我讲啊，真的吗？真的可以吗？哦，阮迄阵足讶异个，足欢喜个，大家就进来。大家包包摕咧，就紧行去上边啊！伊伫上边啊，窗口甲阮开，甲阮伫遐话，伊讲紧嘞，伊要互咱过啦。那个美国海关说，他要特别通融，让我们过去安尼啦。哦，阮就足欢喜个呢，真正为阮12人开一个柜台哦。啊，因为阮迄、那个伊嘛知影，阮的时间即要到，飞机时间即要到，边啊搁一个办事人员看阮后壁啊排十几个人，伊个。但边啊，佫开一个柜台，讲：“你后壁4、5个来遮，佫甲阮开第二个柜台。既然阮10几个开2个柜台，互阮过去呢，即免阮含门也无门，就拢全部让我们过。阮看法就 pass 一直过，讲很快，免10分钟就全部通关完毕。哦，真正足压抑，我讲
我讲迄个夫人的沟通能力吼，真正是一级棒的。啊，该啊外交吼，一定爱请伊。啊，过来吼，阮吼，阮就一直尾啊，夫人讲较紧的，剩差不多十七八分，剩的时间很短。阮来行到 T5， 为 AA 柜台一行，行到 T5 的柜台，噶是阮的，因为阮坐达美航空，伊是较后边。讲较紧的，无咱的袂赴啦吼。讲哦，我就大家一走一走一走，就是一直跑了，大家一直跑，想我赶快能赶上无。结果我老表哥那个呀，奥利桑、奥巴桑，我这老的吼，惊袂起呢，惊啊脚痛啊要死。啊，我就一直想讲，惨啊啦！啊，十几分钟我哪有在惊个踢？我惊个踢，我脚就连要，我已经迄阵我去转掉嘛，脚袂惊，拜者拜者。我迄阵想讲，我安尼做是对啊，唔对？大家这样辛苦，啊，搁互阮。好玩，即个人好玩，快速通关。然后我就想讲啊，我们这样做是对不对？如果对的话，兄弟，你们爱帮忙哇，我卡麦听。啊，无我这样我就惊个 T5 安尼啦哈。结果是迄个时阵吼，雄雄一个美国的黑人的警察啦，女生哦，搞搞厉害了，我错一条啦，我讲什么代志啦哈？伊讲你买对啦，我讲我要惊去 T5 坐飞机啦。伊讲安尼你惊袂够啊，叫我去坐迄个因的一种接驳车啦。我讲迄真正会用。那个跑到那个 T5 遐嘛，伊讲 AI 赛啊，哦，我迄阵也足欢喜的，讲哦，真正连上帝都帮我呢，派一个天使跟我讲，我已经坐遐，坐迄种迄个接驳车嘞，啊，我就伫遐扎，阮后壁阿伯，伫我后壁，比我走后面的那几个奥利桑、奥巴桑啊，就讲，今年我们不用走了，我们去坐那个，真正足顺利，一时啊，今日阮的那个接驳车就把阮载到 T5 啊，我们就很顺利坐上飞机了。我自己坐飞机，差不多点外钟就坐到雷根机场。雷根机场既然第一队还未到位，先来一半。我讲，恁那才少人十八，那剩七八尔。伊讲，其他的人还搁伫遐等啊，因为海关，因为他们因去地铁里的时吼，人嘛几啊百个人啊，一两百个人，因无法度一次全部。伫迄个同迄个时间拢通关完毕，分两批啦。啊，所以伊个潘信行副主席伊就伫遐等另外一批的人，啊，其他的人就先来安尼。啊，所以我因迄阵可能无想到要用这个方法啦。结果想不到我们本来比他后坐飞机，结果想袂到比佮他早到雷根机场。当然我嘛是伫遐等到大家拢坐到齐了，我们才一起出海关。到海关的出海关的时候，已经暗时，超七八点嘛，七八点，到个大家分的三个人坐一台计程车，三个人坐一台计程车，坐到那个文华饭店去休困。啊，隔一天吼，隔一天就是咱的办酒会啊嘛吼。啊，所以我等下个大家，给大家看影片。而且今麦给大家报告就是讲，我们在那个我们这个过程啦，咱坐飞机这个过程足趣味的，这个迄落啊，就是讲吼，我们很常，咱迄阵嘛是尝试用咱的身份证去过因的海关，想袂到啊，会用通用。不过阮是团体的啦，目前单人是也无人去尝试啊，吼。以后咱即摆目前要就是要来申请迄个旅行证件，但那旅行证件落来，大家个人摕旅行证件，就拢会用伫因遐出关啊，吼。谢谢。过来我来讲，过来就讲下一段吼，我甲大家介绍。我们，这就是阮伫迄个出发哈，这是我们出发在到了那个机场那边，然后底下大家合影，拢到位啊，大家底下合影留念。啊，这就是文华饭店，文华饭店拄开始伊唔知影，讲敢挂中华民国的国旗的，哦，阮就随个抗议啊，抗议了。隔一天，伊既然将咱民政府的旗甲中华民国挂这会，我讲不是这样子，哦，过来伊就尽量拢换过啊，换过这是咱的民政府旗，这是华盛顿 DC 特区的旗子，这是饭店的旗啊，然后这支是美国旗，哈、哦，这是我们住的文华饭店的迄个外观哈、哦，啊，过来，这就是伫迄个饭店内面的迄、那个，大概底下。拍照纪念的吼，啊，这就隔一天呐，隔一天我们去世纪酒会的时，酒会就给咱挂民政府旗哦，一只，伊一只工作人员将咱民政府旗给咱挂上去了吼，因足尊重咱的吼，
我若去日本的时阵，要要求伊甲咱挂一个旗吼，因拢唔敢呢。日本人很害怕中国吼，拢唔敢甲咱挂。但是美国吼，咱叫伊安怎用，咱请伊安怎甲咱，甲咱迄个伊拢会配合我们吼。啊，你看吼，咱的市长底下讲哦，你看民政武器，足欢喜的吼，大家拢底下拍照留念。哦，啊这。 这一位的，咱拢叫王子啊吼，就是大多啊，底下甲咱主持的，然后搁足趣味啊，搁来外国人，规个足兴奋的讲，看咱底下翕相，搁拍照吼，结果跟我们一起合照。好，而且是咱伫世纪酒会迄个，诶，咱等下甲放，咱先迄个工程师，能不能诶，我先把跳过要怎么跳过，那个字我要我讲的那个文章。 这些图先给他跳过，我来甲大家报告哈。过来后一段就是讲，等下我先讲啊，咱给工程师。咱台湾民政府哈是中心伫美国本土有一个机构，美国本土伊有一个机构叫做台湾美国军政府，伊真正名叫做台湾滚岛美国民政府，伊的指导者是美国军事政府。 伊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也是讲征服者以占领义务，伊所设立的咨询机构，所以一切软体、硬体，本来就是爱予占领方的美国国防部爱甲咱撮拨的，毋是予咱占领方的本土台湾人来张罗的，所以咱直接呼吁吼，美国军事政府吼，美还有美国国防部。 我们创立这个台湾民政府，是你当初搞完基德的嘛吼，所以吼、哦、这些所有的一切费用应该是由你们筹拨，因为你当初对伊拉克的时候，你嘛是安尼改照顾啊吼，啊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嘛呼吁吼，同样的我们也要求，我们享受同等的待遇嘛吼，所以美国国防部应该给咱筹拨这所有的一切费用，唔是予咱本土台湾人，因为咱过美国的时候，我们花的钱很多，开几啊千万啊，大概已经拢是。 精疲力尽啊！所以美国国防部应该也要协助我们，因为你当初协助伊拉克嘛是开几啊十亿啊吼，帮助伊嘛吼。然后我们也是呼吁，你也是要同样的地位跟待遇来那个对待我们台湾民政府啊吼。过来吼，曾根主席伫迄个酒会的时阵有甲咱讲哦吼，伊讲日清马关条约了后，日本天皇拥有台湾澎湖领土的主权。 日本政府到击毙台湾军队的管辖权，太平洋战争了，日本政府放弃台湾军队的管辖权，可惜日本天皇并无被要求放弃台湾军队领土的主权，所以咱台湾群岛是日本天皇的残余领土啊，吼、哦，所以呢，日本天皇领土，日本天皇诶，日方的台湾领土的主权至今无变哦。 旧金山和平条约嘛，清清楚楚有记载吼。美国国务院伫2004年所释出有关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解密资料内面有讲哦，有披露当时呢，尼克森甲基辛格确实有意图要出卖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真幸运呢，日本依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规定。 日本政府虽然放弃台湾的管辖权了，但是台湾领土唔是周恩来甲基辛格所无知、无知认定的，伊是一个无主地，咱唔是一个无主地哦，唔是因予人伊自己新占新赢这原则吼，单独也是联合瓜分占领，而宣誓主权这个土地，所以我们是有主人的土地，咱的主人就是日本天皇。 好，这等下我甲大家解释一下吼。周恩来甲基辛格两个人是忽视了日本已经伫1945年4月7日，啊，搁是战乱的时阵，将台湾编入伊神圣不可分割的法定领土这个事实。伊办国光法的在地办国光法的架构内面，日本天皇甲政府呢，已经受到天主不可移转的主权义务所拘束，因此呢，将台湾当作无主地来处理，是无具有正当性的。相反的吼，台湾将来毋是中国的法定领土，所以法律上无规范中国的必然性甲正当性。咱
咱拄开始主席有甲咱讲讲日清马关条约，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甲配偶一定要到这個主权，因为伫清朝啊，对清朝的时阵吼，迄个甲午战争嘛吼，啊，大清帝国甲大日本帝国战争，结果大清帝国怕输，所以签订了那个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内面有写着讲，伊要大清帝国要将奉天甲台湾平哦挂念哦大日本帝国，但是当时呢，迄个苏俄甲英国提出来抗议啦，伊讲奉天就是即卖讲东北三省啦吼，伊讲奉天是你大清帝国的领土，袂使割让。所以吼，因抗议不可以割让，不能割让出去，所以这个条约不成立的吼，不可以这样子。啊，日本天皇听到人抗议了，伊就因为迄阵清朝伊并无，伊迄阵清朝是那个闭关自守嘛吼，伊无甲外国接触很少嘛，所以伊唔知道有万国共和这样代志。但是日本伊听到安尼呢，因就大声去研究啊，真正万国共和完了讲国土袂使割让，所以。东北三省就是奉天宇讲好，安尼我就行你，行你大清帝国。啊，当然清朝有用黄金给伊，给伊迄个补偿吼。啊，但是因为当时的台湾甲澎湖是扩殖地，是清朝的扩殖地，扩殖地甲殖民地是会使割让，唔是伊的法定的领土，所以会使割让。所以呢，大清大皇帝将台湾澎湖。配偶挂号大日本大皇帝，这是有根据的嘛吼，这是正当的。啊，日本呢，伊用殖民都开始呢管台湾的时阵，伊用殖民地的方式去管理台湾。但是伫后来呢，伫迄个1945年四月七日，1945年四月七日的时阵，第二世界大战要结束的前差不多半年啊七八个月前，伊有1946年。结束嘛，超过半年前，超伊就发表一个诏书，伊吼清朝将日本大日本皇帝将台湾配偶规划以台那个日本南部国土的延伸，伊有一个诏书，这诏书足清楚的吼，秘书长很辛苦去将这诏书提出来，啊，咱有几位志工吼去给拍板，花了好几万块啊，打板个刺绣。总共做150地尔，吼、哦，总共做150地。啊，日本每一个日本贵宾啊来的时候，秘书长就做礼物送给因，已经可能我送70-80地出去啊，剩的不是很多啊，可能咱上个月卖个10-20个，咱得传阅吼，大家传阅看者。这内面诏书是日本天皇亲笔的哦，亲笔写的，啊，咱吼用电脑模仿拍板。可能上个月也卖10地尔吧，因为阮即个年底要搁去日本吼，阮要搁摕一寡去送日本的迄落，大家先传阅一下。那有想要买一组？因为字吼，迄字无啥那个。对，好，无紧，互大家传阅，无紧，我只有一组。这一组伊卖到最少2500，这个。当初是开几啊十万用的，这根本啊，因为咱拢上好日本的贵宾啦吼，啊，各位大家若是要留做纪念，会用买，可以去甲志工买啊吼，全部偌济。啊，所以当初因为奉天都无割让出来嘛，啊，日本澎湖都割让好日本嘛吼。咱甲大家报告一下，讲麦克阿索吼，伊当初占领日本的时阵吼，伊有入去日本占领7年了，伊就退出。但是伊入去占领日本，接受日本的投降，伊甲日本成伫足短时间内面修改日本的宪法，成立一个日本平民政府。日本平民政府伊所占领的迄个土地诶管辖区吼，就是北海道、四国、本州跟。九州四个岛尔，啊，所以日本伊即卖人拢讲小日本，就是讲的，就是即卖目前四个岛，即个日本的政府，伊占领7年了，美国军事政府就退到那个琉球去了，啊，所以吼，人以前的大日本是足多的嘛吼，台湾、澎湖、菲律宾，还有那个北方四岛，
啊！伊变小日本的时，只有变成只有四个岛，所以即马安倍晋三伊知影，伊阁叫伊的秘书来拜访咱秘书长，讲诶，因日本真因，既然国际化，因家己日本迄边嘛拢唔知影，无了解，伊来拜访派伊的秘书来拜访咱的秘书长，秘书长阁将伊日本实际的状况拢讲互伊听，哦，原来。 莫怪吼，迄个安倍晋三当初要去苏联改讨北方四岛的时阵，北方四岛伊迄个苏联迄边讲，你搁等于读册啦，你根本要安怎用人机手来甲我讨？北方四岛甲日本政府的，毋是呢，北方四岛是天皇的啦，日本政府哪有资格去改讨？所以安倍晋三来拜访我们秘书长，秘书长改讲着，讲把解答，因迄阵伊想说，那怎么伊要要讨北方四岛？秘书长改讲，伊甲这个答案。 提给他，伊甲知影啊，恍然大悟，原来啊，因的宪法去用拔掉的啊，所以伊上重要就是爱修改宪法，因为麦克阿瑟改的是占领的时阵改的宪法修改了，所以他现在一定要赶快再修改回以前的宪法。所以安倍晋三也是即马很紧急在修改他们宪法，哦，应该大家拢知嘛吼，报纸迄个新闻报道拢讲啊足清楚，修改宪法改了，伊第一项一定是讨北方四岛，过来就是讨台湾甲澎湖啊。 所以台湾朋友是日属，日本的属地，这是真正，这是确真正确的，绝对不可以不容怀疑的，然后，直接应该大家证明哈。啊，因为伊想到讲台湾是伊，台湾是本来是伊的殖民地，严格上没有错，但是尾啊，伫1945年迄阵4月7，伊发表这个诏书啊，哈，这个诏书发表了。 世界各国无人出来抗议，所以变成他的国土，这是正当性的。伊把殖民地编入他的国土，这没有办法，外国拢无人否决，所以就变成他有正当性占领台湾了。台湾变成他的国土，这是 OK 的，这是没有办法怀疑的。所以中国拢讲哦，历史上台湾是中国的土地，这是。 这是伊，伊还佫读国际法，国际法内面讲到足清楚，他也没有办法或那个改变这事实啊，吼。所以咱讲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伊根本对台湾没有任何的主张啊，无法度有任何的主张加迄个权利。伊是代替，蒋介石集团是代替麦克阿瑟来占领、来管理台湾，所以美国拢讲台湾的。 管理当局，伊咪讲伊中华民国，伊拢讲台湾的管理当局，甲伊台湾的管理当局。美国会用请伊来台湾管理，嘛会用请伊出去啊。啊，只是咱阿袂准备好啊。美国伊甲咱的秘书长讲，哎、欸，你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没有？但是咱事情人阿袂到啊，事情人阿袂到，要安怎？所以大家哦爱做努力哦，紧去救人啊。啊，救吼有能力的人，也该来做，甲咱大家做伙来共同奋斗，管理我们的国。 那个我们台湾，咱台湾未来是形成一个自治区，吼、哦。过来哦，甲曾根主席伊有甲咱讲啦，吼，讲曾根主席伊个有甲咱讲吼，伊讲吼，美国总统按照国际法吼，应该予台湾人亲像当年的琉球的人民同款。 领有人民的旅行证件，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伊的配偶以及伊的子孙呢？依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呢，甲世界人权的宣言第10条，每一个人有一个拥有国籍的权利，这个原则，敢若会用选择中华民国的国籍。但是对于本土台湾人来讲呢？ 比中国人强迫的1946年1月12号，集体归为着中华民国的国籍，是台湾人的无奈啊，不得已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中国人是台湾领土的占领方，而已经没有国籍的本土台湾人，是比占领方啊吼，法律上本土台湾人，伊没有妥协，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啊吼。 中国人甲本土台湾人的国籍的状况哦，袂使混为一谈的，因为本土台湾人伫台湾地位正常化这个路上，68年来一直予中国政权强迫来执行语言甲血统的消灭。
是被占领方的无主人民，伊并无参与被占领方的立场啦。以国际法的法律有一个例啊吼，流亡伫印度的达赖，达兰萨拉吼，诶西西藏流亡政府，就是咱达赖喇嘛，伊带领了一群人流亡伫印度啊吼，伊袂使参与印度的政治，同款的道理，本土台湾人当选流亡政权。 诶，迄个总统诶时阵吼，去互连战先生讲窃国，窃国就是即个道理。进前吼，迄阵，因为我袂熟悉秘书长迄阵哦，连战你讲阿扁也是窃国，窃国，我讲窃什么国？诶，台湾是逐个讲过上选择总统，就是都爱做总统嘛。结果我拄我读认识秘书长了，伊甲咱解说，哦，原来连战讲诶窃国是真正有道理。 我你想嘛吼，迄个达赖喇嘛带迄阵人流亡伫印度，伫印度伊才有一二十万人嘛吼。因当初达赖喇嘛因去选，因有选总理嘛，选议员，因去选议员是毋是迄十几万人家己选俩？印度敢有去参与他们的选举？无吧吼。啊，印度伊嘛有因家己选因的议员啊，因的总理啊。达赖喇嘛因迄边敢会用去参与印度的选举？袂使啊。 赶快，这个道理甲搬来台湾。蒋介石集团伊带六十万台军来的时阵，因人去选总统、选总统啊，选议员，嘛是因六十几万人去选就好啊。搁咱什么地带？跟我们完全无关嘛。咱600万人，咱其实咱应该像印度，咱家己有一个选举嘛，家己选家己的总统、家己的议员。但是真可惜的是，因为 台湾人，咱无国际，咱无读，无人读国际化，莫国讲法，无人知影，伊嘛无爱甲咱教，咱伫大学读册，随教过我们万国公法，万拢无啊，国际化无，咱读，伊拢无爱互咱读政治，敢叫咱去读医生，去做医生，去做医生，吼，做医生趁啊济钱就好，甲台湾人讲，你也食会饱就好啊，去趁钱就好啊，你莫插政治。结果台湾人嘛真正足乖，拢安尼，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啊，大家都忙着赚钱，只要把自己。 肚子够好就好啊，对吧？大家迄阵拢安尼想嘛。啊，所以吼，伊这个所在，你都能看会出来。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请问大家哦，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台湾是互对一个国家甲咱轰炸，对啊吼。恁即摆可能拢知影，秘书长甲咱讲，拄开始的时阵，你去问恁的厝边隔壁，有的人拢讲是日本轰炸台湾的。 甚至大学生，你敢问伊嘛认为足侪人认为讲伊是日本台湾是去到日本轰炸，那有可能？台湾当初是日本的土地呢，那有可能会去日本会去轰炸家己的土地？当然嘛是美军来敢轰炸咱的土地嘛吼。啊，因为中华民国伊当初甲咱全部的人拢改成中华民国国籍，伊无就无依照万国公法来行，因为万国公法甲国际法伊有规定讲。 爱互当地人有两年的选择的机会，你要选择做中华民国的人，还是要选择做日本人？伊拢无，伊完全拢无互咱有选择机会，全部把咱甲咱全部改过去。所以嘛，咱台湾人的无奈啊，你根本都没有选择的机会嘛。他全部就给你改过去了嘛。啊，但是伫迄个清朝将台湾割予日本的时阵，日本有互台湾人两年的选择，看你要留咧台湾做台湾日本人，还是要等于中国。 啊，所以迄阵听讲有4000个人选择要等于中国，所以因登去，但是等于讲，等清朝应该讲是清朝，等于到清朝的时阵，伊嘛足后悔，听说嘛足侪人搁走倒来台湾啦吼。咱68年来吼，中国吼，伊一直甲咱讲咱是中国人，中国人从来无甲咱讲过咱的真正历史，伊甲咱进行那个语言跟血统的一种错乱啊，自幼稚园小学。 都，阮以前啊，都爱开始开学迄个上课的时阵，升旗的时阵，都爱画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一直画画到国小。啊，即马因既然讲哦要反攻大陆，啊，头一个讲要反攻大陆的，迄阵画讲爱反攻大陆，啊，然后讲话是伊的敌人，但是即马上届亲共会，既然是中华民国的人，大家拢走走过，含马英九嘛讲要去拜访，要拜访中国啊。 对哦，所以这真正是毋是会互咱真正咱若就以前教育人，真正是精神错乱呢。哎，啊，你到底即摆那种敌人当成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佮要依靠
朋友来救咱的台湾的经济，敢有可能？伊讲开放予大陆来参观咱的咱台湾，结果因拢一条龙的政策，台湾人趁钱是拢趁袂着啊！就对因中国呐的旅行团，就开始含台湾的游览车、旅行社，搁因购买船、购买的店，啊，搁迄个饭店，全部拢是因中国人经营的。他不会去，伊袂去带你台湾人经营的饭店，嘛袂去带你台湾人的商店呐，啊，是旅社，拢是因中国人经营的。台湾人赚的钱啊，赚得着，根本都无可能赚得着。你所以，迄阵马英九讲开放因来参观咱台湾，咱经济好，无啦，台湾人愈散啦，赚钱赚袂着啦，干那因家己中国人赚因的钱赚得着尔。啊，所以咱伫流亡政府，咱伫迄个达赖喇嘛印度迄地方证明讲。当初阿扁啊，阿扁去哦，连政讲伊是窃国，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嘛。真正因为伊中华民国选举甲咱什么地带，对不？所以咱若无代无志去甲人选总统啊，去甲人选议员，啊，所以伊讲咱是窃国，迄阵乱干嘞，乱干嘞，大家足欢乐诶，这嘛是这个道理啦。伊个中华民国、中国吼，殖民政权就是中华民国伫咱台湾吼。美国军事政府要改伫伊对台湾的代理占领吼，而回归成为中国流亡政府了。当然，伊就无参与台湾政治的立场啊吼。尤其伊即摆签一克化，就是因国共吼诶内战诶和解啊嘛。伊说伊无流亡诶正当诶迄个理由啊。啊，未来伫咱台湾体制内。政治的体制内吼，都袂有流亡政府参与我们参与流亡政府迄中国人参与我们政治的空间啊，所以都无所谓代表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吼，实际上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吼，伊伫国共和解了后吼，都必须要受到国共和解之间和平的议程的迄个加大减小，最后也丧失伊伫台湾流亡的正当性。还佫有一个例啊吼。日本以前吼，有占领朝鲜，占领迄个韩国嘛吼，朝鲜。但是尾仔朝鲜伊有独立，啊，迄阵朝鲜有一挂人有留伫日本，就是在日的朝鲜人。在日的朝鲜人一直到今仔日，伊伫正式规划做日本以前吼，伊并无参与，没有参政权，诶，特别永住者，就是日本的国民，日本的国民。因无可能参与伊个政治，但是日本国民敢有可能参与伊个政治？啊，伊就无法度主动归为正式的日本国民，相同即个道理啊，就是阿盖留伫咱，伊无想要倒去中国，遐个伫咱台湾的蒋介石的后代，我们也欢迎他留下来，咱并无要甲伊赶出去，但是因是国民，因是国民的时阵就袂用参与，咱是公民啊，本土台湾人是公民。然后因留下来 ，People of Taiwan 是公民，那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这边顶，蒋介石要来，这人是国民，国民伊就无参与，无参政权，伊袂用参加咱的，袂用参加选举嘛，袂使去讲，不能参与被选举跟选举人都袂用参与，就是依照美国的宪法拢是安尼，美国是公民才有参政权，美国的国民是无参政权的，哈，所以我们是依美国宪法目前，咱即马。那咱若执政的时阵，我们是以暂时会以美国宪法来伫台湾执行，迄个例子啦吼。所以咱嘛欢迎他留下来，就是共款，你用踮台湾食头路，纳税金，吼，种种的活动拢没关系。但是那政治的活动，他们都不能参加，吼。伫迄个国籍的认定来讲吼，法律的占领全国，法律占领全国，美国吼，伊是属地主义啦吼。但是吼，日本呢是属人主义，所以吼，伊无法度，伊袂使抵触吼咱法律主权。咱是法律主权是实际上日属日台湾是日本的属地，这是法律主权。这美国是袂用抵触，咱日本是属人主义的吼。所以伫台湾领土吼，因为咱那无国籍化，无国际化，国籍国，咱因为咱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嘛吼，因此并无任何的法律啊主义会用遵循啦吼。就那像流亡伫印度人，伊毋是印度人哦，伊是所以共款的道理吼。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嘛，毋是台湾人，所以台湾民政府未来大政治的工程吼，足足个，啊，
很严重哦，大家爱好好的慎重的那个选人才来当我们的公务人员，因为咱做这公务人员，伊的心态是讲，伊是中国人，啊，伊是中国人要做咱台湾的公务人员，安尼敢袂使？咱当然是爱认为伊的心态是爱讲，我是真正的台湾人，甲因做台湾的公务人员嘛吼。所以台湾著名的华理身份的认定吼，法理吼是不二法门。所以国籍的认定吼，无关于认同，毋是人情啊，毋是迄个感情用事的，是法理的问题。所以阿盖吼，咱若去讲叫人办身份证吼，你也讲迄个你本土台湾人甲迄个迄讲啊足清楚的，爱互伊知影。当然你迄个 people 往台湾，你用来办身份证，但是伊无参政权，即种其实我们也是要告诉他吼。这边的酒会兼记者会哦，台湾民政府的民众哦，伊未来吼，美国伊有甲咱答应讲，要予咱台湾民政府发行咱的旅行证件嘛吼，依照琉球的模式嘛吼，就是发行台湾滚到美国政府人民的旅行证件。这个证件未来会伫美国来制发啦吼。啊，我即马吼，甲先放几张啊，迄个咱的酒会的照片吼，大家看吼。这啊，没错，这位先生就是迄个咱的主持人，哈、哦，伊刚刚酒会，就是迄个人好多、哦，因迄边来参加的70几个人，咱内30外个人，所以100多个人在我们咱这个办这个大厅内面，哦，足闹热的，哦，迄阵拄啊主席去发，主席都开始。主席发表言论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挂迄个抗热活动啊吼，咱的原住民朋友吼，有表演唱歌跳舞，啊，主席也跟着大家一起唱。吼，迄天做到这，然后美国记者，一准美国记者，哦，这边。啊，我们咱每一个人吼，拢甲因的互动很不错。他有一位先生哦，台湾话讲啊足好的美国人，伊讲伊有来台湾留学过，啊，所以学咱的台湾话学得很好。哦，迄天大家拢唱甲足和乐，啊，美国人拢哦跟我们都一起打拍子，气氛很好。这伫咱的网络内面吼，无哦，这天上风动，连那个洛杉矶的报纸拢甲看伊，拢无看阮。哦，这是咱的迄个副委员长跟美国一些因的迄个官员遐，哦，有些互动，哦，那个哦，哦，要，哎，这样。这样，哦，这主席跟他们谈一些事情哈、哦，所以一家人讲哦，咱就讲台湾，因为咱是要求因发行台湾滚到美国政府人民的旅行证件，哈、哦，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是这样。过来吼，就是因为隔一天呐吼，咱办个就成功嘛吼。隔一天主席吼，伊足欢喜的，伊就请咱伫饭店内面做伙用餐呐。因为咱即届去吼，所有食饭拢是爱家己啦，干10万块是干那机票加住宿费用俩，吃饭都要靠自己。然后主席那一天晚上请我们大家一起用餐吼，这就是啊，即张。这张就是上尾也要回来迄天，秘书长做欢喜甲咱宣布讲，美国决定要做第短期内要发，有答应要发予咱旅行证件，啊，所以伊做欢喜，伊讲咱做成功，所以迄天
秘书长请我们吃饭，啊，当然伊无去啦吼，伊是夫人代表他啦，伊就请咱去一间附近一间餐厅，大家伫遐用餐，诶，咱来拍照纪念啦吼。夫人一家，然后这个帅哥吼，就是饭店，这个叶州长因后生。即个咱去迄个饭店吼，是伊甲咱订的啦。伊伫迄间饭店是伫遐服务。啊，因为咱会住伫迄间饭店，就是我们离四季酒店足近的，坐迄个计程车一下就到位啊。因为四季酒店的那个住宿费用非常贵啊，然后我们住在文华饭店吼，比较便宜，便宜一半的钱。咱台湾人甲美国要求的是要台湾家己的旅行证件，唔是要爱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咱目前无旅行证件，所以咱不得已，咱出国的时候用中华民国的护照嘛，吼。好，啊，这是未来，这是琉球他的旅行证件。我们未来台湾吼，可能就是跟他们大概类似啊。过来，我甲大家讲第二个吼，第二篇。咱即马，大多讲是华盛顿的宣言嘛吼。第二篇，我甲大家简单介绍，这可能讲袂完。下一期如果有时间，我跟甲大家解释吼。就是2013年9月20日，咱去酒会了，等来无偌久，咱民政府一个足重要的声明，就是本土台湾人的要求是台湾人的旅行证件，唔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哦，吼。台湾国际地位的叙述啊，吼，一只吼，咱大家。家己看我的台湾国际地位叙述哈，是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下，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由中华人民政权来代理管理，所以咱是诶代理管理下大日本帝国的残余领土，所以我们目前是日本天皇管辖下几个领土之一啦，北方四岛跟台湾啦哈。咱有五个要求啦，咱对咱有五个宣言吼，迄个宣誓啊吼，迄个声明啦，有五个声明。第一个声明就是讲要求确实遵，要求美国要确实遵循国际法。第二个就是美国甲中国认定的台湾，因是无正确的吼，咱等下解释。过来，第三就是讲美国法院已经会判断，所以爱请美国爱遵循那个法院的判断，判定吼，来帮助咱台湾。第二、第四个就是讲，本岛台湾人无护照，被迫使用中华民国的护照。过来第五个就讲，日本琉球列岛的模式吼。咱先讲第一行。咱要求美国要确实遵循国际法。台湾民政府是代表本土台湾人来提醒。2011年11月18日，美国奥巴马总统伫印度尼西亚塔里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迄边遐举行东盟首脑会议的时阵，啊，过来第二个就是讲，2011年10月30日，国务卿。你克林顿希拉里伫越南举行的东亚高峰会议，过来就是隔一年，2012年9月2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伫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因三位领导人拢是世界级的政治人士，伊拢有讲哦，南海甲东海的问题爱遵循国际法来和平解决，嘛要求中国爱遵循国际法。唔好用历史的因素来用历史个感情来讲台湾这个问题啊！吼，这是因上来重要的人士因所宣告的，这都有新闻上我们都有看过的哈。过来第二个，美国甲中国认定的台湾，旧金山和平条约至今还阁有效哦。我去告美国的时阵，那个法官哦。甲美国官员正式来讲，旧金山合约至今还是有效的，所以要求因美方官方要帮助台湾成立平民政府，甲台湾人，因为咱将来唔爱有家己的国家过，唔知要安怎建立家己的国家。但是目前咱是自治区啦，哈，自治区，所以他教我们要先怎样成立平民政府。那成立平民政府这个程序啊，嘛是美方甲咱教的啦，哈。
咱照伊个方法，安尼一步一步行。即马咱有讲着讲美国，伊是以一个中国、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加华美共同防卫协议来认定台湾，伊拢无爱甲咱讲旧金山合约啊。以前啦吼，阿袂小过以前，伊拢打民主战，无爱甲台湾人讲有旧金山合约这项代志。过来中国，伊是以一个中国，历史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这个定义。定义台湾，这两个国家拢唔是以国际法来认定台湾哦，吼！台湾民政府来提醒讲，伫1895年5月7日，大清大亨帝已经将台湾周边的群岛、个澎湖永远割让给大日本帝国天皇了，一直到今仔拢无任何的改变哦。1952年4月2日，旧金山和平条约。国际法对日本天皇无处分也无处罚，所以日本天皇的领土依然是存在，没有改变。这就是国际的法理。我头头甲大家报告讲，是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颁发那个诏书嘛，诏书讲将台湾纳入他日本南部国土的延伸嘛。然后伊发这个诏书的，顶个全世界公告，但是无世界各国都无人有异议，所以就是正式成立了。好啊，旧金山合约是伫1952年4月28日伊个签名诶，啊，但是1951年4月1日的发布这个条约，所以吼，那是日本国土，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了哈。过来，美国法院已经来判断哈，判定了哈，2006年10月24日，本土台湾人林志兴等218个。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提告美国政府，伊的标题有讲台湾国际地位甲台湾人权保护的诉求，伊的案号是06CV01825RMC。过来2008年4月7日，美国上诉高等法院，伫咱伫美国的上诉，咱家伊的法院。高等法院上诉，又受理的本案，伊的案号是010085078，2009年4月7日有判决，64年来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人民至今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过来，咱承认台湾仍然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要求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2009年7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本案，案号是 NO9332033。过来是2009年8月7日，被告美国国务院的代表美国政府宣布放弃抗辩权。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的原心对美国政府所有告诉的叙述，甲伊法理的见解是完全正确，就是讲咱该告拢完全正确，所以放弃抗辩权。所以国务院至今拢全部承认。啊，咱该修改这个中间，咱所有的那个法院的那个资料，咱拢有。一个咱的志工阿母，我提个报台看。这本哈，这个也剩没有很多了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哈，这全部都是英文的。这会用证明咱去告的时阵，咱这几年修改的迄个文案，全部在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拿回去买回去做，这全部几本，这真正是永久的纪念。咱若执政了，这本是无价之宝。好、哦，所以一只哈，啊，过来第四点，本土台湾人无台湾的护照，只有被迫使用中华民国护照。在2010年10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又宣布讲，台湾护照免签证。我请问一下。啊，恁敢有台湾护照？对啊，咱拢无台湾护照。啊，伊哪会讲咱台湾护照免签证？啊，你看我这护照我有提过，我敢安怎 handle？ 台面拢是写中华民国，
啊，无写台湾，啊，所以写咧就去遐暗示啊，啊，咱台湾人爱请台湾护照啊，对无？爱家己爱家因请台湾护照啊，所以秘书长其实迄秘书长就讲，我们可以申请台湾护照，因既然伊都安尼讲啊，啊，我无台湾护照，当然就是你美国爱发给我，因为你是我的占领国啊，你发，因为只要跟你美国有邦交的国家，咱那由他发给我们的护照，那些邦交国我们都可以过去啊，哈。法律上呢，本土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哦。美国司法对台湾人权的问题已经给咱判决两年啊，哈。本土台湾人至今也无出国的旅行证件，只有被迫使用流亡中国殖民政权所发行的中华民国护照，比足侪国家做严重误解，咱台湾人是中国人。这是美国政府在玩弄模糊政策啦，吼，嘛是对人权甲人道司法的一种违法的行为。美国的参议员跟众议员，因吼，这个时阵有良心吼，应该爱站出来讲一个公道话。台湾民政府已经在美国军事政府的指导下，发行台湾政府公民身份证，拥有证件号码甲身份证号码，以及美制的晶片啊，所以台湾民政府强烈要求，要凭台湾政府公民的身份证进出美国。当然是个要求呢，但是用身份证进出美国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是请他要求他给我们旅行证件的，这样的话才名正言顺呢。即个咱去9月去美国的时候，咱虽然是用伊个晶片这类身份证进出美国，我们是团体，而且是特例啊。但是你个人的话，可能会受到刁难。那啊，所以咱哪员工名正言顺，就是伊发行旅行证件给咱，这等于名正言顺嘛，吼。所以美国，你若认为讲台湾即马是你的美军军事占领中，你应该发给我们台湾所有的台湾，不仅是台湾公民，台湾国民也可以申请旅行证件哦，吼，申请美国发行的旅行证件。所以姐姐要呼吁美国，这个旅行证件爱较紧互阮哦，吼，因为阮去年有50个人请律师，大概有来出10000，有出20000，有出30000，请律师去改告美国，讲你要发旅行证件互阮，就是这个原因吼。我过来先最后一段，我简单讲啊吼，对日本琉球模式啦吼，终结上面的情况啊吼。美国总统是三军的统帅，嘛是美国军事政府的领导人。伊甲日本所签的旧金山合约是属于国际法，嘛接受美国宪法所制约跟保障啊！哈，1895年5月8号，台清台风地永远挂牛扩殖地台湾和日本天皇。1937年，日本天皇实行皇民化。1945年4月1号，根据本国公法实行明治宪法。和台湾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这个领土，所以日本琉球跟日本台湾法律上地位是同款的。台湾民政府合约要恪遵美国法院的判决，遵守国际战争法的惯例，颁发给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证明。所以 COLS 也就是本土台湾人的旅行证件。美国占领琉球的期间，琉球人民伊嘛有发行旅行证件，所以本土台湾所需要这个旅行证件，美国你也要确实的遵守国际法，发给我们所有台湾人。哦，以上我简单甲大家介绍安尼吼，啊，然后因为我所讲的这物件，拢伫咱的网络拢有，我是家提出这个加强，甲大家讲啊吼。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吼，从网络里面你们可以再抓资料出来看。好，谢谢，即摆讲一下。各位同心。